叫丁叔来，大宝。李伟，阿处长，总经理来啊！哦，你门卖关，你话做来听哦。阿弟啊，我今嘛做无闲个咧，你找我来是要创啥？我董事长呢，我敢袂当叫总经理来问代志。我问你，是安尼咱公司顶个月出了货，会有人给退八箱转来？ 啊，啥物原因你讲啊？出货哦，本来就加减会互人退回啦，这有啥物好奇怪？而且公司哦，一个月出九千外箱货呢，才有客户退转来八箱尔，安尼的品管控制哦，已经算真好啊啦。好，好伫深山哪来嘞？诶，咱是三家公司呢，所要求的是品质甲信用啦，只要互人给退一箱转来，都是毋对啦，知无？ 代志做无好，我阁毋知检讨家己啦。安尼哪会进步？你总经理是安怎做诶啦？我甲你讲哦，绝对袂像王总安尼哦，做代志遮尔无定真，有听无？我甲你讲，有听无啦？有。有真好，去无用。
哎、欸，海弟啊，你即摆伫公司哦，根本就无股份啊，嘛免算是当处长。你凭啥直接架死我啊？我毋是当处长哦，无紧，我真紧哦，就会甲我遐股份摕转来。到时阵看你搁敢讲我毋是当处长无？吼、哦，嘿，到时阵才搁讲啊。看起来海蝶啊，急要把伊的股份提倒转去，我一千八百万都要紧借伊才行。哎呦，啊你先怎啦？什么代志起干呢？啊，就迄海蝶啊，伊连伊的股份哦都要被提倒去啊，就伫公司结当事理的派头，还搁伫员工的面头前哦挑高伊互我歹看，这个我以后伫公司是要怎带人啦？海蝶哪安尼做啦？我看哦，伊根本就是超过伊徛空的啦。股份若真正有会摕回去，伊转来公司，我看伊哦会顶袂来糟蹋我。是搞这总经理哦，是要怎做落去啦？哎呦，那真是安尼哦，咱就退出三家公司，咱家己做，凭你的才情，啊，搁你外口的风评遐尔好，我相信大家拢会支持你。我对你更加有信心。我知啊，海蝶啊，绝对是为着贵人的缘故，唔才会超过伊找空挣空起无空来糟蹋我。哼，这个用花嘴型的查某，甲这个无情无义的小李，因两个哦，真正是半斤八两，天生的一对。哎呦！你莫管伊啦，予因去啦。你甲桂莲本家都无算过，你要当作恁的过去是一段孽缘。孽缘啊！一个用真心祈求，有妈祖保保庇的香火地啊，维持二十年的缘分，竟然是一段孽缘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嘛无话通讲。你要倒？我即马要甲迄香火袋仔找出，用火啊烧做火，天天烧着，我甲伊即段结缘。想到找无迄个香火袋啊，一定是过年早走。啊是讲，啊想到这金仔伊无早，敢若摕走迄个香火袋啊。这个香火袋啊哦，对咱来讲是无价之宝，你要好好甲保存，一定会保庇咱一世人。找无哦，找无就准拄煞啦。阿妈话，赶紧去洗身躯，通休困啊。你先去困啦，好我一个人静静。身边拢无你通安慰。
早早去咖啡店啊，是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代表伊还是真珍惜我这段情的？是不是代表伊对我还够有情，还够有爱？伊真正亲像海蒂所讲的，伊受不得伊的苦衷。辛苦的伤，站起来疼。无啦。啊，无平常我你困啊，较快活啦。免啦，足好困的。平常我你困啦，我先做下忙去，把你推推的。免啦，哈。我气到袂消呢。明仔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免啦，万几有退退好啦吼。哇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因靠早哦。这个不好意思的啦，讲我敢在咧讲教咧，吼，哎呦，好，啊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受伤了，哎，哦，哈，哎，哦，啊，哎呦，好，哦，哎呦。我出来一下。哎呀，这么晚嘛，你要去倒？买一罐止疼药膏带来就好啦，吼。我出来。哎呀，真正足疼我，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。Thank you.
即摆是安怎？你这有袂清醒啊？居然是你小妹呢？你这样任务哦，若是要桂莲哦，当然还用身躯比啦。你这坚持到底嘞，还做水亏啦。安尼哦，人家对去天地良心，人家对去阿爸，这次哪够热心啊？你有白收？太清楚啦！海蝶阿姨，你讲，海蝶阿姨，我无想要听。杰啊，海蝶阿姐要来护你。杰啊，你哪会无爱将被拆开看卖呢？看海蝶阿是写安怎？所写内容一定是你替家己行为做辩解。伊写讲，伊要做个偌好就偌好，放飞眼高心，免写看。杰啊，不管安怎样，好歹你我拆开看卖咧。人海底啊，一摆哦，不一定是真真正正要向你忏悔呢。若要忏悔，就要用行动做看看。是用讲的，我要将相片用完结页点一份证书，等若有一天海拄啊家己转来，我会互伊家己看看伊是毋是按照这张片来用罪个够。这是去年所有的财务报表，全部拢在遮啦。我想喏，一堆这大堆，要搁要看到明年哦。董事长，你不是讲所有的财务状况，你怎么做了解？哎，搁在应嘴应字，我董事长呢？说你安尼石头路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嘞？阿弟啊，什么代志咧发生地啦？我这心累啦。一个动作，我真正是看到董事长哦。那无代志，无你先出去哈。是。海弟啊，这金主进场已经来啊，无你甲伊讲一下讲。哦，安尼哦。哦。溜，等等，哎，请坐，哎。等等。嗯。这张哦，是你阿姨1800万的现金。哦。是讲哦。另外，这个本票吼，是咱本金加利息吼，来麻烦你先转一下银啊。好。兄啊，这只有一个月尔，利息遐悬哦。海弟啊，进场是看我的面子，才有安尼算。要若无外口利息钱，上无啊五六分以上。哦。安尼，我唔多感谢你呢。这张给你，哎，啊，这张哦，给我，大家不输赢啦，哦，来，这张给晋商才对，那是给我，我了，来，赶快啦，啊，阿弟啊，嗯，啊，手续既然拢办好势啊，啊无，我送晋商出来去，因为咱再好好饮一杯，好，哎，晋商，升个，我先来，好，
啊，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买食咪爽快咧。啊，当作我喜欢哦，真正给我穿猪哦。我跟你讲啊，猪是巧的，你唔才戆戆。 你当是变目标鬼啊？海弟啊！海弟啊，敢你叫的？我来讲哦，我已经存到钱哦，要把遐个股份套转来。我已经不是啊，康康当处长啊，我已经是啊，康康当处长啊。拜托喂，请我当处长哦。就因为你是当处长，所以我才要提醒你。 你袂用去借钱啊处理代志，今日拆东补西哦，嘛不是办法。利息加利息，搁较大块变蛮多。我倒啊，想叫你想空想空哦，想到失眠啊，连拍起来吃我的股份，下我来讲啦，我甘愿哦，我钱庄吃倒，嘛不爱互你有好康当食啦。我讲要吃掉你的股份哦，那是叫你硬着，就是讲的气话啦。海弟啊，你听我的话。 真正的钱真正袂当借，你竟然真提起行人啦！我若叫市政吃斗鱼，对你甲身边也毋是搁较好。你会真好心替我设想？啊，安尼我知啦，讲来讲去啊，你若是惊讲哦，我甲遐股份套转来着哦。你安尼讲就无意思，为着遐个股份，我甲身边啊，对办公室我甲处理。 阮两个叫要变成冤仇人，我为着要维护你的权利，我逐工袂食袂困，你知影无？海弟，咱两人是自细汉斗阵大汉的囡仔伴，你又果是桂林的阿兄，咱的交情敢是身边还会当比？不可安怎？我嘛无甲你出卖你，你叫身边阿合作。啊，你阿桂林是已经稳断于绝了。 你敢搁会带念我是爷呢？你知桂莲伫倒着？啊，我想甲你讲，我知伊伫倒着。海弟啊，你莫安尼啦，你甲我讲桂莲即摆人伫倒位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，我有代志哦，想要当面问伊。你即摆发生安怎？桂莲店家互你糟蹋那个无够，即摆是安怎？我是要甲糟蹋人。我无这个意思啦。 我想哦，我可能误会你甲桂莲啦，海弟啊，我拜托你，你甲讲哦，桂莲即摆人伫倒位好无？啊，你怎么样啦？啊，唔然我食西瓜，半暝咧反正。嘿，我想讲，甲你唔对哦，啊。昨暝哦，我有去超过伊的房间啊，发现一寡值钱的物件，伊拢无摕，干那早早迄个香火袋啊。这表示讲哦，伊还阁真珍惜我家己的感情。还阁有啦。 顶届你毋是甲我讲啥物机关厂伫成功，可见哦，伊一定有伊的苦衷啦。我拜托你啦，我当面甲伊讲好无？假使伊真正有苦衷哦，不管啥物问题，我拢愿意替伊解决。安尼我问你，假使桂莲甲伊1800万摕出来还啊，你敢愿意倒回转来你身躯边？当然啦，就算讲遐个钱哦，伊献袂出来，我嘛愿意替伊担。 胜利哦，够淡薄仔良心啦。好啦，这代志真相哦，蛮该互你知影啦。桂莲，桂莲，阿兄，我伫房间啦。哦。桂莲。 好啦，恁两个好好讲者，哈。桂莲，海弟已经把所有代志拢讲我知影，想袂到你为着要保护阮两个，竟然受尽遐尔侪委屈。我不但无替你洗清，搁颠倒误会你。
我伫这甲你回信嘞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这一切拢是我欢喜甘愿的，你无需要回信嘞，也毋免歹势啊。桂莲，你为我受尽委屈，付出遐尼多，我不但无体会你，搁误会你甲海蒂，我真正是。你莫搁讲啊！今日文中，我一定要甲带走。伊若对你哦，就算无叫你欠下苦毒，卖叫你这个虚花放荡的查某搞歹。为着要保护恁两个，我受过较大的委屈，嘛是心甘情愿的。我上该怨叹的是，你竟然会当讲出遐尼恶毒的话，将我的心伤到遐尼彻底。桂莲。那是因为迄个时阵，我搁误会你，唔才会面甲遐歹听。人伫咧讲，相拍分无难，相骂分无话，所以我唔才会。你误会我，讲出搁较歹听的话，我拢袂要紧。啊，不过遐的话，是你心肝内对我的批评，对我的藐视。原来我伫你的心目中，是遐尼啊太过。遐尼啊垃圾！我，你讲的无唔对，豆菜底就是豆菜底，永远免想要嫌鸡汤红杯。我知影我搁安怎做，你嘛袂将我的过去放袂记。桂莲，我知是我唔对，我该死，请你原谅我好不？将我的过去放袂记的啊！你讲咱若是搁冤家，你嘛是搁会想起我的过去，用同款的话来伤害我。袂，我袂，桂莲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搁提起啊！吼，无必要啊，无提起。并无代表已经放袂记，我已经想过啊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有一个纯真完美的桂莲，站在你的面头前的虽然是桂莲，啊，不过已经是一个你的污迹、形象破碎的桂莲。所以我决定要离开你。甘愿予你怀念迄个完美的桂莲，无愿意阁予你看到这个太过懦弱的桂莲。伊正是阮姐啊，伊即马不倒来已经有你的亲骨肉。我希望你带念咱过去的情分，将阮中幸福我，我后半世人有一个瓦壳，好无？哇！桂莲，我知我即马讲啥，都已经无法度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我干来当求你，我求你莫离开我，你莫离开我好不？桂莲。你莫离开我啦！大啊大清啊，两个在搞，你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桂莲，你莫阁骗家己啊！这一下，你要走的时阵，什么拢无炸，敢那炸走这个机会地啊！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代表咱两个人的感情，不管拄着什么大风大雨，都无法度把咱两个拆分开，对不？桂莲，你原谅我好不？桂莲。
的啦，拢是我唔对啦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乖乖乖，乖乖乖。喂，我是欧新平。你不是消失去啊？你搁找我要创啥？我马上睡觉。我是上卡好厉害。过去一个因为淡薄仔误会，跳破面的朋友。我要甲我解释一下，跳破面就跳破面啊，有啥物好解释？加一个敌人，不如加一个朋友啦。伊就知影家己唔对啊，何必就甲伊计较？你是你较有量啦，有量才有福气啊！我出来啊。想要甲海蒂有联络，把所有的秘密拢甲讲。我若是有甲伊讲，我今仔特别单独来见你。你到底是想要安怎？新平兄，我一个人伫外面已经真正要活袂落去，即摆拄好我阿兄要替我还一笔钱，我想讲要趁这个机会，叫做忏悔，等下用小笔笔。林桂莲啊，林桂莲。你顶世人是修啥物好香，才去拄到迄只戆弟。伊竟然为着嫁佣倒一口气，愿意替你还迄条钱。这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天公伯啊，一定会给我一条生路。你莫戆啊！你就你讲迄条钱还掉，阿勇就会原谅你是。所以我才会来拜托你。我想讲到时阵你会当替我伫阿勇面头前讲几句好话，给我会当倒去团圆。安尼对你对我嘛好啊，新平兄，阮阿兄已经装着迄1800万啊。你若是唔肯替我讲话，伊同款嘛是会想办法，让我倒去阿勇的身躯边。我只是给你一个做人情的机会。你若是唔肯，明天我若是想袂开，将所有代志拢讲出来，看你安怎伫面对因两个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也唔过你嘛要答应。你应该秘密讲出去。你放心，我知你抓袂起。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新平兄，阮阿兄已经装着迄1800万啊！你若是唔肯替我讲话，伊同款嘛是会想办法，让我倒去阿勇的身躯边。我只是给你一个做人情的机会。你若是唔肯，明天我若是想袂开，将所有代志拢讲出来，看你安怎伫面对因两个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也唔过你嘛要答应，你应该秘密讲出去。你放心，我知你抓袂起。偏目嘴哦，洗干那同款啊，同款呢。甲别人讲哦，因是亲兄妹，别人嘛会相信呢。有影就对吼。哎，甲阿勇生做，敢那同一个鬼母仔印过来同款呢。哎，阿勇啊，敢会你外口甲人偷生的？嘿，这毋是无可能啊！你那勇生都遐缘投啦。
外口一定足侪查某囡仔，想要甲你生一个囝。是咪啊？你莫讲生笑啦。你莫搁讲笑啊啦！搁讲落哦，小芬就要毙命啊啦！文中吼，加一个尤兰妹妹呢。阿母，你讲唔对啦！尤兰不是文中妹妹，是我的妹妹啦。不用讲，啊，文中是你的小弟，啊，你的妹妹就是文中的妹妹啊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将尤兰妹妹放在文中身上。嗯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小芬啊，你嘛袂用怪文讲啦。要怪哦，都怪桂林迄个查某袂晓做人。文公哦，才会分到遮清楚。也毋过，文公，迄个歹查某已经无伫啊。文中哦，都参像你阿母生的，你都要好好对待伊，把你当作你的小弟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阿雄，啊，你毋是讲海蒂要来甲你回信的，叫阮来作证，安尼即久也袂来啊？这我嘛毋知咧。阮都无欢迎你啦！你走出去，我一个送菜给你哦。无你的代志哦，头家啊，桂林迄查某来呢。哎，来。来，桂林来。你走，你走啦！阮都无欢迎你，你走啦！小坤，小坤，今仔小管一下啦。你走啦！海蒂，你不是来跟阿雄回信的？你带伊来创啊？啊，代志桂林引起的，伊当然嘛要来啊。桂林，来，跟你讲。阿雄，我已经知我唔对，我不应该一时贪财过信。这头大遐尼侪钱走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莫妄想啊啦！我这世人哦，永远都无可能原谅你。哎呦，你慢慢呢，啊，神灵拍过有时错嘞。啊，卡波打叉项目，对不？啊，桂林知影伊唔对啊，哎，而且咪原因哦，甲1800万摕来还嘞。来来来，你讲，是你只？人孔子讲讲哦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啊。桂林知影伊唔对啊，钱哦嘛溜到转来啊，哎，你马马虎虎刷起刷起啦，哦。这钱哦，我当然收落来，存落银行。也唔过，我永远拢无可能原谅伊啦。阿雄，阿雄，你着看伫我的面子上原谅桂莲啦，吼。新平啊，你伫讲啥哈？你哪会替伊伫讲话啦？兰姐啊，哎，查甫人代志哦，你想要插嘴啊？喂，抱囡仔，手会酸，先坐，啊，阿雄啊。啊，桂林头代哦，嘛是咱公司的钱啊。啊，公司哦，是咱三个合股的啊。哦，今日新平啊，已经原谅桂林啊。哎，我这边是2票对你1票，存你1票啊。哦。阿伯，好啦。阿爸，你别答应啦，我爸说我今天拍杂报，你来烂刀啦。我嘛反对，头家啊。这个家庭哦，真无简单，就有这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啊，你即马留这查某入来，安尼一定会足侪代志。头家啊，咱这个家哦，就是爱无这个查某，才有幸福日子通过啦。所以我哦，嘛坚持发你到底。小辉，好不？只要伊肯回头，你拢会当原谅，
接受伊。万有保重，是了王邦友的才情。你若做甚决定，可无意见。阿母，文公，你阿母就已经答应，今仔人文公保重。桂莲，丁阿姊已经要原谅你啊，你唔紧啊，睡着先。秀文姐，多谢你。今仔日规厝间的人拢有你歹面相看，一定感觉真艰苦吼。我早就料想会到啊，无要紧啦。啊，不过秀文姐啊，是真无谅解我呢。你快忍耐啦，等有一天哦，水清石现，就当洗清你的冤枉。死狗，因不但袂阁误解你，连倒会真甘心。做啥去啦？说伊本来就较顾人缘啦，我已经惯习啊。桂莲。好啊啦，秀文姐伊唔敢甲你对过，伊知影熬袂过你，所以讲伊无意见。啊，不过我想吼，伊心肝内一定做唔惯的。你也是去陪伊啦，莫让伊抓准讲我一转来，啊，你的心肝就歪歪了一边啊。这我知影啦，啊不过你比我。我已经真歹做人啊，你莫让我搁较为难，好不好？是。好啦。这段时间，心肝内哦上大的愿望哦，就是希望会当回来你甲你阿爸的身躯边。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达成愿望啊，煞一点仔欢喜的感觉都无。敢讲当初我为着爱恁阿爸，甘愿做细姨，是一种错误的开始。妈，往后啊。